下面还有一段，他说在大陆有一人自称是出家人，法号妙行，创编中华昆仑女神功法，在解释世界的起源时，用此楞严经中富罗那的问话，说佛造业，佛产生山河大地有情众生，佛都修到辟支佛的层次，真正的如来性海，则谁也不往里跳，意味着真我的消失，达到永灭，如能得到指点，不胜感激。这一段话他说的我并不清楚，他对于楞严经的解释也错误。这个愿解如来真实意不容易啊！现在人曲解如来真实意错解如来真实意太多了。我们常常听到那么为什么会错解，为什么会曲解这是我跟同学们常常在一起提到的，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如来的境界与我们的境界完全不相同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典，那全都把佛经解错了什么时候能正确解如来真实意呢？你必须也到如来的境界，你才会懂他的意思，你不入他的境界，你怎么会懂他的意思？